国粹灵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，我是黄思亮教练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呢，就是静身的防御法，如何用手肘连接着上一集的手肘攻击之后，如何把那个对方带下。好，在他们的视频之后，如果想要看更多视频的话，可以找我们的官方网站去。我们的知识讨论群、微信公众平台，还有我们的官方微博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今天的这节课呢，会连接我们上一节课，所以今天的是如何把对方带下。上一节的呢，就是如何用手肘打两次。今天的是有带勾他回来，带他到地上的那个动作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看上一节的，然后连接这个。好，刚才同样的是总教练出拳的时候，我学贴手肘打，然后今天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我的手背伸下去。把它转到身边过来。那今天你是男生的话，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？男生腿比较有力，因为我们这个动作，当你把对方带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膝盖哦，啪，会打到他的腰部，可怜的动作，他的腰部。然后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攻击性哦，啪，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可以用拳后拳打我们的 back fist， 或者是你用手拍，这样子拍一下，啪的时候碰到我们就。Yeah.